中央节是敬老的节日，为了让长辈会当欢喜过节，新港乡老人会今仔日中昼伫咧福安宫乡客大楼办桌，请九千位的民众坐回来用餐。新港乡为了偏乡，乡内居民大部分是有岁老大人。中央节将要来到，老大人会当做伙组织开讲，心情嘛在咧放轻松。讲话伊今日也做九月初五吼。敬老重阳节安尼吼，啊，大家欢喜过新过一个会快乐，过节会快乐安尼啊啦吼。新港老人会理事长吴辉雄表示，本地想要开较侪桌，但是实在找无场地提供大家做伙来食饭。不过老人会甲乡公所嘛另外提供丰富奖品，好在老朋友会当来抽奖。今仔是咱新港老人会真实多的重阳敬老活动吼，啊，今仔日有咱伫咧新港福安宫乡客大楼有办一百块桌吼，啊，大家报名真踊跃，咱新港老人会会员有三千外个，啊，咱新港乡六十五以上的有两千个，啊，所以咱今仔一百块桌是也不足，大家有的。用心要来报也报袂入，啊无法度，咱场地有限，啊无法度通大家有法度通参加。厝内有一个长辈，敢若亲像一个宝贝。伫中央节期间，互长辈欢喜聚会，聚集做伙，大概是因上欢喜的时间。希望遮长辈拢会当欢喜食饱哩。新中华新闻李炳宏新港采访报道。